咁咧呢度咧就係一號坑啦，亦都係三個坑之中咧最大嘅坑。咁咧其實而家咧都仲係發掘緊嘅。咁哇，睇到之後就非常之 impress 啦，因為其實以前咧都係喺歷史書度睇到咧，而家就親眼見到咧，感覺真係完全唔同噶。他会说的不是不是，这个号上面写了，在这上里面发现了，你把让一下，把它抄在这发现了冰池上面。